我是牛龙，就是你在欺负我的小弟吗？没错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是我欺负他，怎么了？你们只有两只龙，我和我的恐龙大军是不怕你们的。老大，我们很害怕，对方很厉害的。老大，我们也想战斗，但是我们不够强，您还是亲自动手吧。牛龙，这样吧，咱们也不比了，免得说我占你便宜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不如我们联手称霸世界。我自己就能称霸世界，为什么还要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的你们联手？看来还是要露两手给你看看喽。别说这么多了，老大，我先上了。我们也要战斗吗？说什么傻话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给大伙儿加油。来了，大家离我远点，别被我误伤了。哎呦，我的尾巴，哎呦，我的脚。你们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你们了。嘿，完全不理我呀。哼，真是不堪一击。好了，由他盗龙回来吧。呵呵，这种不听使唤的手下我是不会要的，但是吧，我可以让他变得很听话哦。无敌驯服咒，巴拉塔拉乌拉拉轰。哇，老大好棒。由他盗龙，向后转，向左转。由他盗龙大声告诉我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和老大一起冲出丛林，奔向平原，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。怎么回事？由他盗龙已经被我控制住了。你还有这种能力？那当然，所以我想和你一起联手控制更多的恐龙，为我而用，冲出丛林，称霸世界。好，我和你联手。由他盗龙，你刚才说的恐龙村究竟是什么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两只猪，他们把恐龙们召集在一起，建设了一个叫恐龙村的村子，然后举办了各种比赛，好像叫恐龙运动会。哦，难道是猪猪侠他们？这么说来，我们距离挺近的呀，说不定很快就能遇见他们了。哼哼哼。姓名牛龙，生活时期白垩纪，发现地南美洲，身长8米，种群兽脚类，食物肉食，生活环境丛林。特点，牛龙喜欢吃肉，头顶有2个牛角，所以大家就把它叫做食肉牛龙。但它的角不是用来打架的，而是用来吓唬敌人的。